这个涂凯杰同学啊，俗称达摩，不但很会吹那个八乌，其他东西也很会吹哦。不但很会打鼓，其他东西也很会打哟。哦，什么？那刚刚到了哪？到桂林啊。人说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有人去过桂林吗？有。哦，你真的是喜欢旅游的人。免钱的加减去啊。桂林，说实话，我也有点遗憾，没去过桂林。嗯。人说桂林，桂林很美哦。是啊，很美的了。对，人说桂林的山水美，人更美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觉得台湾人最美。啊，谢谢。哎，明天换，明天到四川说四川的美。哎，雨，刚刚雨停一下，好像又下了，所以想说本来走到哪里都会晴天啊。对啊，不然还是下点雨。不过到花莲下点雨好，有些城市就是这样，有一些雨，这个城市就很美。对，像你到，如果你到上海，如果有雾，上海就是最美。花莲要蓝天白云。对，上海也被人称为就是像巴黎一样，说是雾都。对，如果有一点雾，上海会很美。也有一种朦胧的美，因为上海旧房子太多了，还是遮一遮比较好。对，那你看下点雨到花莲呀，或者是有一些到叫什么苏州或者那一带哈，有小桥流水的地方下一点雨，哎，反倒有一些诗情画意。对，所以这些。今天到花莲，我觉得下点雨也是对的，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花莲的蓝天白云最漂亮。是啊，你这不是气我吗？讲了半天，好不容易绕过来了，你又给我来个蓝天白云。所以啊，来吧，这个。现在没有蓝天白云呢，下点雨是对的。再转就硬了。啊。来，咱们这个再转一圈啊，到东北看看，看看东北有什么歌比较能代表东北的哈。咱们来听一听这个东北的歌，哎。